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所谓立竿见影，在自然科学的角度是指什么？什么叫立竿见影呢？立竿见影就是说，我在地上的话，插了一根竹竿呐，然后如果太阳在这里的话，马上能够呢看到影子，这个叫立竿见影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竹竿插上去会看到影子。那是利用什么光？它走直线，利用光的直径。所以呢，这一题应该选什么？选 B。这光是呢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是指光是沿着直线呢传播，大家应该选 B。